兄弟们，看一下这条鱼是什么情况？既然连甲都没有了，身上的鱼鳞都没有了，哎呀，这个鱼什么情况？那个我弟是碰到这种情况，你看它身上没有甲了，它这个甲不可能是自然落的嘛，这个。我刚刚挂到底的。不会，这条鱼有可能是人家钓上来了，然后被人家整个吃的时候把甲刮的差不多了，然后跑了，不可能会甲都没有了，扯过来，扯一走岸边，岸边面。 另外一半，你们看嘛，两边都没有甲了，这条鱼放那走，走了，去吧。还不想走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嘿，走不动了。不死的，不死的，不死的。不死的，走了。哎，走了吗？我刚才看报警器了，好像是走了，好像是走了，身上甲都没有了。哎，好像是走了吧。 刚才看报警器哈，走了走了，不知道从哪个位置下去了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一下子原来这么多浪涛。